大家好，我是 SL 收费的 Mr. Low，今天想为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AutoCount Multi-Currency Module 2.0。之前我录了一个是 Multi-Currency Module 1.0的那个 video，那个是讲解一些基本的 AutoCount Multi-Currency 的功能。So 这个2.0我会讲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况啦，然后通常比较特别的情况或者是一些 AutoCount Multi-Currency 的一些 setting，这个比较 advanced 一点的功能啊。所以如果你没有看过或者是不了解什么是 AutoCount Multi-Currency Module，就建议你先看那个1.0的那个视频哦。OK，So 2.0我们会教怎么样去 key 那个 currency opening 啊，因为它 opening 的时候它有马币有美金，OK 有不同的 currency，所以你不同的 currency 也是要填满它的那个 amount 是多少。然后有一些情况可能我们需要 adjust 那个 currency，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不同 currency 的 profit loss。那些这个是台湾公司，像它要把整个账目是用台币来看，看它赚不赚钱用台币，这样也是一个方法，怎么样去看它的那个账目。So 虽然他是在马来西亚去开公司，So 也是可以做到。然后有一些 item 我们买回来的时候是1000美金，1000美金可能它换成马币是多少，它的成本，So 它可以帮你自动算，OK，也可以自动帮你，你马币你卖1000块，是它自动帮你算变成美金多少钱，OK，就有这些功能啊，或者是我们放不同的 currency 有不同的那个 item 的卖价，然后我们也是做到。啊，so 过后就是有一些 decimal 的问题了，so 因为 decimal 我们可以放到很长，你可以放12个 decimal、13个 decimal，它会影响它 currency rate。如果它的 amount 很大的时候，OK 一个 million、2个 million 的时候，它就会影响大，所以那个 currency rate 不要看小它，它会影响大的哦。So 事不宜迟，我们先进去那个 opening，OK，opening 怎么 key in？OK 那个 opening 我们是在 GL opening balance maintenance，所以你会看到它有 home currency 跟那个 lock 它的那个 debtor currency 啊，或者是credit 的 currency，它会有两个 currency 的，哦，so 在这种情况，let's say，so 你是那个 bank 的，然后 USD bank 的，so USD bank 如果你是 debit 1000块，那你就放1000块；如果它的那个 home currency 就是 Malaysia currency，它是4.8，你就放4800咯，啊4800，所以它的第一法就是这样啦。debtor creditor 就很简单，debtor creditor 其实是在那个 AR invoice 那边，它自动你填到是去年的日期，2023年啊，你是 debtor 是 USD 的啊，你直接在这边填它的 rate 是多少，那个系统会自动帮你加去 account opening 这边，哦，account opening balance maintenance 这边，它会自动帮你加进来那个 currency。So bank 这些或者是其他的那个 asset 啊，还是什么啊 property，如果你是用不同的 currency 啊，像这种情况，你就有那个 bank 的 currency。OK，USD，还有这个 Malaysia 的 currency 是多少？所以你 key 了过后，你可以 check，OK，你可以 check 一下你的 ledger 啊，你的 ledger，所以你可以 check 一下你的那个 ledger account，你 bank USD，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它带下来的那个 home currency 是4800，好，home currency 是4800，它会帮你 convert，OK，帮你 convert 去那个 ringgit Malaysia，好。他会帮你 convert。Of course，这边你看，如果你要看它的那个 USD 的 currency，你可以 right click column 主色，这边会有这个 USD 的那个 currency 的，你可以 drag 这两个 column 出来的啊，DR 跟 CR。如果你没有 drag 出来，它就只是 show 这个 RM 的，然后以 RM 为主的那个 currency。OK，它整个系统的概念大概是这样子。对，我们来看这个 adjust currency home balance，这个是什么东西？好，这个其实它整个概念是这样，我们如果是外币的银行，它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到最后它一定会有一个 currency difference 的，可能它会有几十块钱或者是几百块钱，它有一个 difference 在那边的。很简单的，我们把我们的钱放去银行的时候，它是四块钱，四千块，它是4.0的那个 rate，所以是1000块的那个 currency。当我们拿1000块去还工钱啊、电费、水费或者是房租，so 1000块还的时候也是美金，美金的时候它是3.8，这样它是一定会有一个 difference 的。就、so, 可是我们 USD 还完了过后，它就马币那边是会有一个 different 的，然后这个 different 我们就要做一些 adjustment，像怎么样 adjust 啊，收视不一致，我们就 show 给你看怎么样去调整这个 currency。OK，我先开一个新的那个 bank account，是这个新的 bank account 是 PBB，OK，一个 PBB 新的 account，但是这个 currency 是 USD 的，好，记得要换去 USD，所以这个是 PBB 的一个 bank account，它是一个 USD currency 的啊，如果你忘记换的话，你开到最后，它会这个 balance 它就不能转回来，给你买一些，哦，所以你开 create 一个新的那个 currency 的时候，那个 bank account 你就一定要放对那个 currency，啊，你看这边它是只有两个 currency 的 account，一个是 MBB，一个是 BBB 啦，so 假设这个客户 OK 有一个新的 customer 啦，OK，so 这个customer 给一个 deposit，
so 给一个 deposit， 它是 USD 的 customer， so 他给了一个 deposit 是进去我们的 PBB 是1000块，那时候是 4.2， so 我们就拿这个 4.2 去给supplier 或者是还一些杂费， OK， 那些我们是还给 supplier 1000块。当时我们的 supplier 可能的 rate 是去到 4.3 哦，有可能是去到 4.3， 所以我们就还1000块，要打在下面这边等到1000块，所以它会自动加上去这里，所以它的那个 ringgit Malaysia 是4300，可是我是用回美金来还，所以其实我还的时候是4300，幸好我有美金是4200，所以我拿4200的美金去还 supplier 4300，所以我赚到100块。所以你看呢、啊，在这种情况，美金我们是零了，你看 ledger 的时候啊。我们去看 ledger report 啊，所以我们去 select 这个 PPP 的 account， 你去 inquiry 一下啊，你会看到啊，这边美金我们是零啊，怎么看美金？你可以拉这个 CR 跟 DR 出来，然后 CR DR 它是1000块，1000块进来，1000块出去，所以它的 balance 是零，它的美金的 balance，OK，、okay? 美金的 balance 是零，但是啊，美金的 balance 是零，但是马币的话4200、4300，它还会是有一个100块的 different 的哦，100块的 different。OK， 所、so、以你看回这个 multi-currency 的 ledger， 所、so、以这个是我们赚到的，所、so、以这个赚到的你需要自己去做 adjustment， OK， 要做一个 adjustment 啊，因为这个它不是 debt credit account， debt credit account 就不用做 adjustment， 这个是一个 bank account， 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 adjustment， 一个整呢， OK， 这个整呢它是 adjust 去 bank Malaysia， so adjust 回去刚才那个 bank， so 它是一个 gain 来的，哦，它是一个 gain， 所以我们 gain 到这个是100块，哦，100块的一个gain 啊，所以我们就打100块啊。So currency 这边我们没有调整任何 currency， 所以 currency 这个我们只需要放零就可以了。我们只是调整这个马币这边哦，它是零，100块零，它也是零。我们调整这个马币，马币的 currency rate 是一 ，OK。So 你看 after 调整了过后，我们的那个 ledger report 啊，所以你会看到马币也调整去零，那个 currency 也是变成零哦。So这个就是遇到一些情况，如果你看到你的 bank account 它的 currency 有进出有出入，你觉得那个 currency 不对，这样你就需要用刚才这个 general 的 concept， OK， 所以你再看一下这个整个 concept 啊，说来 key 记得这个 currency rate 是零，然后这边 currency 我们是放马币，然后下面这边看你是 adjust gain 还是 loss， OK， 你要 adjust gain 还是 loss，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功能，我们讲的这个 adjust currency， OK，for 那个 home balance， so 最后一个是 profit and loss statement with different currency。 你看可能美国公司在马来西亚开公司，所以它整个 account 它要看到是美金的，有赚钱还是亏钱，赚多少亏多少，因为用马币的话它还要自己去计算， OK， 在这种情况我们要可不可以看一个 profit and loss 直接换成美金的整个 profit and loss， OK， 在 AutoCount 这边你就去 GL profit and loss statement 啊，你会留意到这个上面这里啊，这里有一个 currency rate 的啊，这个 currency rate 啊，所以你放这个 currency rate， 如果你是11月的话，你就放11月啊，这样你就看这个 currency rate， 你打算把它放多少，然后你就 preview， 它就会帮你 convert，OK？、Okay? 如果是马币的话，你看它马币的话它是9300，但是如果你把它 convert 变成 USD 4.2的话啊，它就是2000多，所以你看它会直接把你所有的 account convert 变成 USD，OK？、Okay? 这个是 AutoCount 的其中一个很好用的功能啊。So OK， 这些通常是一些 account 部门会遇到的一些情况啦。So how about 一些 stock 的部门会遇到的一些情况啊， stock 它买进来的时候是不同 currency 的啊，它到底会不会帮你 convert， 然后我们通常卖的时候是用马币来卖，它会不会 auto 帮你 convert 变成美金，还有就是它如果是不同的 currency 可不可以 fix 一个价钱， OK， 要怎么样去处理， OK， 事不宜迟，我们去 testing 一下。OK， 先讲买进来之后，如果我们买进来 ，OK，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现在这个 stock 这边啊 ，so 这个 stock item B 是没有 cost 的，完全没有 transaction， 所以它没有 cost。如果我们做一个 purchase invoice， 是这个 purchase invoice 是supplier USD 的，它买进来的时候 item B， so 我用件来 testing，OK，、okay, 比较容易明白，收100块，100块是美金，美金4.2块。所以 by right 我的 cost 是420 ，OK， 如果那个 cost 是100块，它就错了 ，OK。So 事不宜迟，我们去 test 一下哦，看一下这个 stock， OK， refresh 一下那个 item B 啊，所以是420，所以是正确的，然后系统会自动把你 convert 变成一个420块， OK。 所以现在讲第二个问题，
当我们买进来是420，但是如果我们卖出去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卖出去当然是以马币嘛，所以这个可能我们卖这个420是我们的成本，我们卖出去的时候是1000块，OK，或者是我们卖给另外一个国家是500块，也是美金。所以你这样子打的话就怪怪咯，这个是马币，这个是美金。所以如果我们要那个系统，OK，自动 convert，OK，我们开 invoice 的时候，如果是卖给马来西亚的客户 item B，它是1000块。可是如果卖给 customer USD customer buy rate，它应该是美金，所以这个应该是除以4.2，OK。但是每次你要自己去计算的话，是很可能会算错，OK，可能会算错。在这种情况，我是建议我们有一个 setting，你可以用这个 tools option 啊。So 在这个 tools option 这边会有这个 auto price 这个 function 啊，auto price 这个 function 你可以勾这个 auto convert 那个 sales 跟 purchase price 哦。So 它勾了过后啊，你可以 log in 一下那个 AutoCount 去 trigger 这个系统，OK，然后你就来这个 invoice 这边啊。你看，如果是马币 item B，我们是1000块。如果是这个 USD 的客户啊，他会 convert 变成 based on 这个 currency rate，哦，他会 convert based on 这个 currency rate。如果你是4.4，OK，so 你再 refresh 一下那个 item 啊，他就会帮你 convert 那个 currency，OK，自动帮你 convert 那个 currency 啊。所以它的概念是这样，这样 purchase 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的 cost 你跟本地的 supplier 啊，说买进来的时候，这个 item B，如果你有达到那个 cost 啊，你达到那个 cost 马币的。OK，这样它帮你科技引播上边，你跟国外那边进货，它也是会自动帮你 convert。不过这种情况会比较少发生，通常会遇到的是 sales 那边的 sales 那边哦。所以记住那个 setting 是在 tools option 这里 invoicing 啊，在这边有个 auto convert 这个 sales price 跟那个 purchase price。OK，so、okay? 还有最后一个 function 就是这个 item price by currency maintenance 哦。你可以在这边填那个 item B 啊，是有一个卖不同的价钱的，你可以卖 USD 啊，是卖 USD，然后这边你可以填它是一定要卖600块。So 这个 function 你 set 了过后，OK，你不可以掺着这个 module 一起用的。如果你要掺着这个 multi price 这个 module 一起用啊，它是没有那个功能的啊，目前是没有那个功能的，under 这个2.2 revision 时期哦，不能掺着这个 module 用。如果你没有掺着这个 module 用啊，你看我。log in 进来的时候，OK，so、okay? 他的 sales invoice 你开到这个 USD 的客户，OK，凡是你开到 USD 的客户，你选到这个 item B 啊，他就是拿600块，OK，但是如果你有掺到这个 multi pricing，啊就跟那个 multi pricing 的那个价钱，OK，他就没有 apply 这个东西，OK，他就要 apply 那个 multi pricing 的，然后帮你 convert，然后你在 multi pricing 那边自己 convert。So 他开 invoice 的时候，他就根据你的 monthly price 来 cover。OK，so 这个你要注意的啊，这个你要注意。OK，还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功能啊？So 再看啊，这个是 currency rate 啊，时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AutoCount 的那个 currency rate，你看哦，开 invoice 的时候，这边，你看这个我的小数点可以去到多少个小数点啊？可以去到很多个小数点啊。So 如果你要 setting 的话，现在 default 是12345六。So 我们最高可以去到，在这个 tools option 这边有一个 decimal 的，在这个 decimal 有一个叫做 currency rate 啊，currency rate 啊，不是 currency 啊，currency rate 这个你可以去到最高可以去到十二啊，十二。如果你要 fix 它，你就勾这个，你必须要 refresh 一下，log out 整个系统，所以再重新 log in 一次那个系统。所以我们 default 了十二，你看它的 currency rate 就会跑十二哦，跑十二，OK，so。越多 decimal，你算出来就越准啊！越多 decimal，你算出来那个 currency convert rate 的时候，它会越准的啊！所以很多系统它最多是6个、5个，所以我们可以去到12个。OK，这个是其中一个你可以 setting 的一个 function。然后我们看它有什么 issue。OK，会有一些 module 是有关联到那个 multi currency 的啊，有一些 module 会关联到 multi currency，包括 landing cost。landing cost 是我们从国外买东西进来。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帮我们，加一些运输费啊，国外的运输费跟本地的运输费，哦，或者是一些 custom duty。所以你看，国外的运输费它是以国外的那个 currency，哦，那个 creditor 的 currency，本地的运输费它是用本地的 currency，那个 import duty 它是用本地的 currency，哦，所以怎么样用的啊？因为加了这些运输费，才是我们真正买回来的那个 cost，那个成本，哦，那个产品。OK，怎么样操作？你一定要有这个 module。
一定要有这个 module 叫 landing cost 这个 module，然后我们做一个 purchase invoice 啊，let's say 这个 purchase invoice 是 buyer，我们 testing 第三个 item，第三个 item 我们还没有 test，我们 let's say 买进来是100块，OK，100块4块2，OK，4块2，这个是没有 landing cost 的情况啊，没有 landing cost 的情况，四块二，所以它的那个 item cost，我们看一下那个 item cost，420块，OK，let's say 我们现在买进来的时候，啊。So 它有这个 landed cost，这个 landed cost 10块钱，OK，10块钱这个是 foreign charge，就是 based on 这个4.2，所以就是42块，哦，你看啊，So 420加42，OK，我们去 check 一下现在的 costing，啊，So 现在的 costing 它是462，如果再加本地的 costing，啊，let's say 如果你有本地的 costing，啊。So 啊，那些本地的 costing 是也是10块钱啊，这样它就是472，所以你看的那个 item 的 cost 这边是472，如果它有那个 import duty 是8块钱啊，这样这边就是480块。So 同样的，我们去看回那个 invoice 啊，so duty 8块钱啊，so 它整个 costing 它算起来是480块，OK，480块，你看到吗？OK。所以，如果你要看更详细的视频，你可以去看我们那个 landing cost 的那个视频啦。这个我只是拿一来计算。你看，如果你要了解整个 landing cost，OK，它的那个 concept 是怎么样，建议你看我们 landing cost 的那个视频。所以，因为这个是有相关的一些 module 跟 multi-currency，我就在这边大概讲解一下罢了啊。OK，so 还有另外就是 unrealized 这个 gain loss，还有 advanced multi-currency 这两个其实是一些 auditor 或者是一些公司，因为有一些 purchase invoice 或者是 sales invoice，到了月尾我们都还没有还钱，还没有还钱的情况之下，我们要 value 它，OK，我们要 value 它，based on 那一天月尾的那一天的 currency，OK，它的 rate 是多少，所以我们要重新 value。如果是原装 original，我们 AutoCount multi-currency module，它是叫 realized gain loss，realized gain loss 就是 based on 我们还钱的那一天的 rate。可是有一些单是还没有还钱哦，我们又还没有还钱，supplier 那个客户又没有还给我们，他是国外的客户，OK。国外的 supplier，这样它一定会有一个 currency difference 的，然后跟我们卖给客户的时候的那个 currency 是有相差。这样我们为了那个 account 更加的准确，所以我们要 value，OK，我们月尾或者是年尾的时候，我们这些 invoice，OK，这些有 currency 的 invoice，它的真正的 rate 是多少，我们真正的 account 是多少，OK，so 我们有两种做法，然后两种做法，so 一种做法是叫 unrealized gain loss module，哦，这种它会在月尾时候，它 value 了，再隔一天，第二天它会把你 reverse 掉它的，OK，那个真的，OK，所、so, 以永远我们就跑回 invoice 的那一个 rate，跑回 invoice 的那个 rate，就、so, 直到它还钱为止。只是我们做 account 的时候，我们把它 value，但是有一些国家或者是有一些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它是可以接受另外一个做法，另外一个做法它是一直 value 下去的，哦。就是叫我们是另外一个 module 叫做 advanced multi-currency。OK，这个 advanced multi-currency 这个 module，但是我们这个月尾10月，我们 value 了是从4.2去到4.3。OK，10月31号是4.3，所以我们就保持在4.3，直到还钱。还钱是4.2，我们就扣回出来。OK，还钱是4.4，我们就用4.3去减4.4，直接拿那个时差。如果我们到11月还没有还，这样我们从4.3又value 多一次去4.4，所以一直 value 下去，OK，一直 value 下去，直到它还钱为止，没有 reverse，OK，那个叫 advanced multi-currency，哦，so 两种做法我们都可以做到，两种做法都可以做到啊，是要看你的 auditor 是跑哪一种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OK，啊，通常这种 advanced 它的 hedging 很高的啊，这种它才用 advanced multi-currency 这种 module 啦，OK，so 这两个 module 我会录另外一个视频，OK，录另外一个视频，然后给大家看它的 difference，OK，所以我直接录一个视频是有关联到这两个 module 的，这样你会比较清楚。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找我们这个 video 来看，OK，so 如果你对 multi currency 还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联络我们，谢谢大家。